Hello， 我是 Milano Yuki。 今天呢基本上就是最主要玩的 ECO Online 入服的，想讲一下我的新手经验，即是刚刚之前玩过，以前都玩过的，再玩回啦，还有发现最近都没什么 Online Game 可以追回到它这个这样的质素，所以很多打副本啊那些没什么特别的吸引力。这个卖点就可爱啦，吸引啲女仔玩啦，应该就系。咁我依家用紧呢个 Milano Yuki 啦，咁啊系一个剑士嚟嘅。咁之后咧就会慢慢升到去剑士个位噶啦。咁啊依家做紧任务，做紧个新手任务，系啦。咁之后打落嚟每日都会有更新嘅，咁所以系啦，新手就用剑啦，呢个剑士啊嘛，我哋。有武器在這裡，新武器，型啊型啊，型仔，哎呀，正曬，好，繼續做任務。咁基本上就以前玩過精靈士嘅，咁所以呢但是今次就想玩獨行俠，玩一個戰士，是的，變了很多東西了，現在這個，以前哪有這麼多這些東西發生的，這些這麼多特別的東西發生，上面這個還是下面這個，這個葉莊，選錯莊的好像，好樣衰我覺得，這腳。系咯，超人衰咯，应该拣下面个咯。不过有好个帽啊，新装，同埋个导航系统啊，依家呢啲全部几得意，啲人物啲 NPC 都唔同晒，转咗风格啦已经。但系佢呢间公司出嘅 online game 真系唔差，真系唔差。好有心，好有心機咯。好似俾咗啲嘢，好似俾咗啲嘢。攞咗呢個，超重箱擺喺呢度，唔係喎，擺呢度。我呢個盾可以攞翻，個尾巴可以擺入去。呢啲傢俬啲超重嗰啲，唔理住，裝翻呢個先。去寶石店。畫風幾靚，咁我基本上就玩女角色嘅，咁啊，始終呢個 game 咧，女角色嘅重視比較多啲，都係卡哇伊風格好多，同埋啲裝備啊、精細設計啊，都係圍繞住女角色多，男角色咧感覺上好似爭啲啊，冇乜特別好靚仔咁。弱熱眼鏡好喎，弱熱眼鏡，弱熱白色，裝下先，咦 OK 喎 ，OK 喎，打眼鏡唔同啲喎，跟住佢呢個髮型好埋裁縫。
基本上咧，呢、這個就升咧二個香港啊、台灣嗰陣時出嘅 level 咯，容易好多。嗯，又俾咗個頸巾同埋頭飾。住下啦，咩樣 ？OK 喎 ，OK 喎，差唔差？好、哦，又升咩啦？25咧，佢俾埋個藥業帽喎，現裝添，轉頭試下先。靚女曬啦，依家～基本上我就唔睇劇情噶啦，基本上人會飛入我飛，因為我都唔識日文。睇個首頁冇錯，打嚟睇咯，打嚟夾睇咯，火呢、這個火，中意我中意呢個多啲，係啦。咁我始終都係半個宅男。六萬經啫喎，我哋嗰陣時廿五咧，哇升到四四下，十幾萬嗰陣時，做一個任務啊，升得靚，升唔靚？咁會每日都會定期有條片發出嚟嘅。如果有時間咧，咁基本上都會逐每日拍片出嚟。OK 喎、哦，但係咩能力啊？呢、這個好似得意啲咯，但係冇咗光環咯。我都有個光圈，但係就嗯 ，OK OK， 唔差唔差。哇！呢、這個正啊，正啊，靚仔靚女曬啊，廿五咧有嘢拎。因為我見咧，平時好少有啲已經冇乜拍片玩 ECO 嘅人啦。就算玩嗰啲都係日本人啊，外國啲好少依家本地啦。同埋入服嗰啲基本上捉 IP 捉得好嚴，所以基本上都好少人會專登拍片出。但係如果我諗就拍片冇乜所謂嘅呢個，起碼可以幫佢帶起個人氣先。但係呢個就當然我唔係，我冇收任何錢㗎，只不過我興趣想拍出嚟俾大家睇下啫，就係咁啦。但係呢個好似好勁咁喎，個裝飾算啦，就咁啦。嗯，跟住係打開任務啦，睇下有咩做先。去呢個東方平原南部咩咩湖東咩咩咩度攞啲唔知乜乜夠好隻嘢，好似升得好快啊！你睇依家我諗住主力升敏捷啦，跟住升力量，成日打人都唔痛，玩敏劍啊！但係咧主力遲啲應該會玩力敏體咯。命中會加少少，啱啱好，我就好少打 PVP 嘅。咁通常會之後可能會有陣時直播嘅時候咧，就會攞嚟拍一啲佢哋所打啲騎士團啦，即係俗稱嗰啲即係地區戰爭嗰啲嘢啦，即係嗰啲軍隊戰爭啦。呢套裝仲啱我。得意啊！好可愛啊！係咪啊？跟住我嘅邊個嚟噶？邊個嚟噶？唔識噶喎！招商啊，日本人嚟嘅應該。佢點解跟住我啊？邊個嚟噶？哦，佢係紋身上嚟。哦，佢 dam 嚟噶嘛？應該。可以開個 dam 族啊嘛，係咯，
基本上簡單介紹一下呢只 game 啦。其實呢只 game 咧有三個種族嘅人界、天界同埋暗界啦，即係惡魔界啦。咁佢個名字我唔記得咗啦，實際名字，因為好耐啦已經。但係攻略咧，基本上我唔識睇日文睇攻略嘅。但係跟住攻略咧，有啲嘢變咗咧，都係要跟翻啲任務難度做嘅。同埋佢而家有自動導航咧，方便好多嘅真係。跟住就應該去啊，唔係呢度升回復率啦。即泰迪仔仲屈機過我咯，講真。好，升咗刀啦，跟住升 HP 回復率。個集中我唔會升噶啦，應該。我諗住用能力值去補上。主力升呢、這個劍之達人啦，即係俗稱二次，同埋居合咯。我要升二轉同三轉嗰啲技能咯，為二轉同三轉技能做準備。係啦，冇錯。同埋依家主力靠居合嚟打。呢地圖怪變曬好多嘢，變咗好多新嘢。佢大陸洞窟，佢揾嗰只雙杖嘅巴明狗啊，應該大約估，大約知道佢講咩咯。有陣時係唔係全部知咯？嗰啲羊咧，呢、這個 S U， 依家食呢啲用。只王啦，不過我唔理佢啦，都好易打啊！啲字打呢個先，做下啲水晶，冇水晶。咁多啲大字嘅依家，之前冇咁多嘅。玩嗰時就好辛苦啊，乜都要追經驗，哇，係咁爆經爆遺跡咁樣。依家就唔使啦，依家基本上應該如無意外，一日就可以升到50嚟。咁遲下應該會試下玩隻魔法師或者元素師。元素師以前升咧最快啊嘛，大升嘅話，依家應該唔使，依家可能已經升爆咗。如果有個元素師就方便，佢拆個70呢遺跡已經升到80幾啦，應該超易升，總之就係。我以前好似三轉玩到沙加唔知12度。跟住斷咗咯，衰化，關咗房，見冇人再拍咧，有啲遺憾咯。應該有啲直播啊，或者一啲本地人拍翻出嚟先好咯。呢啲片段，基本上玩過一定係好懷念啊！呢啲感覺就翻去同嗰個老師先生講嘢，我唔知係咪叫老師先生啦。唔使講嘢。
入咗五個意見，使用呢個意見喺大陸洞窟，翻去大陸洞窟，為咗嗰只追嗰只傷咗嘅巴特。應該咧好容易升到50咧，真係27萬經驗咯，有咩任務可以做到啊？以前真係又睇呢個咩嚟㗎？呢個其實我唔知咩嚟，每次撳出嚟都唔知咩嚟。下一個壽宴，咦有個新人物喎，咁講咗咩啊？晒所有咯，我記得好似係。好，去35咧，過去35咧積裝，35咧積裝好似係呢度，去南部有個。但我應該唔會拎噶啦，嗰啲35嘅直裝，因為冇需要。我多數會去到65咧先拎咯，應該會木材5個，木材可以喺86、48，五個半鐘44萬蚊個月，好似加埋4000蚊，喺家具同埋。
家具購買，係啦，五個，咁啊行過去同佢傾嘢。呢個35咧即裝，哦又要使錢買好似。跟住仲有咩啊？貼房、貼製防具。33,000,700，睇下我夠唔夠錢先，好似都，哦，好似唔夠，好啦，咁啊，依家基本上咧，應該咧，夠錢啦。買咗啦，已經買咗之後係咪著唔到啊？攞咗裝之後跟住點咧？睇下先。呢部35裝專用入手之後，同邊個見面啊？翻去揾佢啦。都是教你怎樣找一些專裝咯。模具融合 OK， 教怎樣模具融合吧。看看先，去找裁縫附近的，行去裁縫 OK。在吵架了，应该是求求你，我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呢，我好像是做什么啊？你做什么跟我说话啊？ OK， 记得的是呢，哦，不知道做什么，吃三呢，35呢有一個皇冠入了手，但不靚咯。防御力好像我這個好一點，不是差不多，不過我這個有點穿插之後再算吧。劍盒來的嘛，好，下一个授业，教下一堂啦。咩呢？八支士魔，士魔，见唔到嘢嘅，见唔到嘢嘅。我呢个呢个几得意喎。我中意黑支士魔多啲咯，不过俾条泰迪遮住咗。我都喜歡黑色的，模具強化 OK， 教你模具強化應該是，所以應該呢新手入模都挺快，
跟住做應該就好快升到二轉啦，應該可以。但二轉要用任務點啦。哦，出名到注意啲，不過問題不大。加多少少命中率先。遲啲先加其他嘢，因為我發覺命中率好低。ECO 券收集加強化結晶。嗱，啲新嗰啲活動我都唔知咩嚟咯。我攞個強化結晶攞嚟試啊嘛。啲劇情我唔明白，所以我唔睇啊！你可以中意嘅自己睇翻啦，即係自己睇翻，試下參考研究研究一下，究竟我哋講啲咩啦？我飛嘅，大致上跟住有冇難做啦？基本上，好去學校繼續完成任務。中回嘛，十分钟之后咩咩演奏场，19:07就是7:00唔知咩开始。哦，强化成功，好开心。好惨。解决咗。水蓝色。黑白色、赤黑色、黑白色啦，呢个咩色啊？呢个哦，40厘啊！你睇几快，咁就已经40厘啦，哈哈哈哈！快到阿妈都唔认得啦，嗰边咧，呢个加晒佢，呢个加埋佢。好，有两点。有兩點呢，短劍我唔使，呢一個要，跟住再學多一招先，學居合二，因為咧遲啲我會用居合嚟練上二轉嘅技能，所以咧有需要，所以我會用佢先。二段就唔需要好勁嘅。升到80多点就够啦，我冇记错嘅话，好似个任务应该系逼住你咧，一定要快速地接到佢依家老手嗰班人咯，所以一直应该不断咁升咧咯，要你升到至少起码二转先开始慢啲可能。各位中意边几个咧？老师呢、這个同学。呢、這个我定系我啊？我比较中意呢个多啲，或者呢、這个。隔篱呢两个咧，呢、這个都 OK 嘅。好啦，唔讲咁多啦，废话嚟嘅，继续。授业中唔好眼瞓，失职新人。瞓咗，跟住咧，呢两个做咩事啊？知好搞笑喎、啊！哦，黑眼瞓，而且睇你仔咧黑眼瞓咯，啊，好、哦，超搞笑。OK， 有趣啊！嚟咗呢度嘅，哦，太仔醒咗，
繼續繼續繼續。唔知佢講啲咩，不過又多兩個新人嘅，紅色嗰啲，好似有蒜味咁啊！唉，不過始終都係中意呢只 game 嘅可愛之處嘅，即係吸引力都唔差。吸引力除咗啲 NPC 啊之外咧，其實啲服裝啊設計都好正，啲特效都好靚，所以難怪佢可以 hold 咗十年都仲係咁多人玩。喺入服嚟講都仲有好多人玩咯，你見到仲有四個 server。以前得兩個定唔知三個，依家開到四個，所以好犀利。跟住依家做咩啊？我睇先，仲爭一個新手任務有做完。西側嘅破壞之屋對話 ，OK。做咩嘢？咁樣好似冇咁靚喎，好似呢個靚啲喎，呢個靚啲喎。呢啲家具咯，超重咯，攞嘢先，應該都攞到重啊，攞曬先咯，唔可以咁多，40咧，爆重啦已經。轉頭攞個飛空艇先，擠低啲嘢先得喎，擠翻落個飛空艇。咦？我喺度。因為之前咧個 account 起咗，所以咧我而家變咗啲嘢 double 咗咯，好搞笑，好求其啊！暫時都唔知點設計，最差就設計啲房。木櫃擺呢度啦。如果我找個女朋友的話呢，我想對於設計方面未有啲能力先得，因為家具那些我真的不好識，不好熟點擺。仲有封住自己，求其擺住先，遲啲再慢慢執，就咁啦，即係啲垃圾啦，呢啲掉咗佢啦。用不到了，沙梨啲用不到，沙梨啲用不到，其他都用不到了，應該用不到。其實其他啲 OK， 呢啲咩嚟嘅？資源會復收，咩嚟㗎呢個？呢個技能集得效果發揮哦。我都喜歡這種樣子，這種卡哇伊風格。雖然說男仔而已，但經常玩 AOL 會悶，所以呢想玩一些正常的 online game 玩，好像這些那麼得閒，沒什麼特別的，不需要太大壓力的。 Ikuga 進去哪裡呢？進去這裡回來。咁之後應該會做再拍一條咧，做一啲基本嘅一轉嘅技能點數，點樣去攞咯？但係唔會攞曬啦，應該就暫時，因為我都冇呢個能力。攞曬啦，應該要好長時間。
著啦，呢個仲係冇用嘅。飛啊，繼續，唔知要講啲咩，總之過咗就算啦。44level。44咧，去邊度玩好咧？又嚟多咗個，嗱呢個幾得意，呢個以前嗰個人嚟啦，應該以前有個 NPC 係呢個人嚟嘅，唔記得叫咩名，好似喺深淵嗰陣時候。深淵啊嘛，好似系，跟住做咩咧？好似呢度要45咧先做得，冇錯。系咯，45咧，時空之匙去呢個南方啊嘛，去南方好似系，去街道討伐，去呢個乜乜討伐，東西南北 ，OK。好，難得升到45翻嚟啦。咁啊，今日基本上到呢度啦。咁去到45之後咧，我會繼續再拍片啦。之後就先知。咁啊，今日到呢度先。哇，呢個好大隻喎！呢個咩啊？四轉定五轉啊？咁啊，今日到呢度先。咁咧，基本上咧，暫時嚟講咧，依家到45咧。前咧，我就會 offline 咁升咗先嘅，咁升完之後再翻嚟做任務，做完之後咧會開始做一啲一轉嘅技能點數，升咗我嘅特定點數啲技能滿咗之後咧，先至會繼續再二轉嘅。咁我睇埋我嗰個任務點啦，6點都夠嘅，但係佢咧22個鐘頭先回復一點咯，即係基本上要回復15點。都要15日時間咯，或者佢應該一個禮拜有一個 reset point 都未定嘅，可能係咁啊，大致上係咁咯。好，咁今日到呢度先，咁啊係咁先，拜拜。